华为 Nova 3 2400万海报几十台。在重庆拍摄了很久，你喜欢吃重庆的什么好吃的呀？辣的吧，肯定，火锅、串串、小面什么的。所以今天咱们安排了一个惊喜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吃饭是吗？四舍五入之后也差不多吧。谢谢，这是为你准备的四道川菜。这个叫辣子鸡，豆瓣酱、牛仔骨、过水鱼、毛血旺。就是这四个我尝了之后，然后我选一个学是吗？对对对。辣子鸡。你好，千玺。你好。我们那就做这个辣子鸡，你选的非常的霸道。因为重庆呢，这个辣子鸡是重庆江湖菜的大锅大。好，我们现在选四道菜。你看这个食材，平时在家里面做菜没有啊？不做。然后我们在冰箱里面搞点老姜、大蒜。好。先剁鸡，用刀的时候注意啊，都注意啊。啊。片一下之后啊，然后宰成条。拿刀的时候这样。好，等一会儿我们把它全部宰成这样一条一条的。先切成条是吧？啊，对。好，然后就切那个蒜，大蒜和老姜，把它切成泥。现在就马鸡，搞一点酱油，要三瓢，切一点，料酒，几勺？两勺。用筷子把它拌匀。能用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一整个。那在家里面做的时候也放这么多油吗？重庆的辣子鸡，它为什么江湖菜的大锅大？它就是这个重油重大。啊，放三分之一要。啊，这么多？啊。花椒也放很多了。
盐，直接咬就行了。那千玺用那个重庆话说一个重庆辣子鸡好吃。好吃。重庆辣子鸡好霸道。重庆辣子鸡好霸道。